我刚刚怎么了？没啦，走。然后我就在地上，一落地我赶快站起来了，所以还好。先去衣服煮一下。这次的赛事啊，我觉得他们办的就跟正规的比赛一样，就是那个规格，还有安全的防护。而且你们刚刚换场地，那边太滑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
后就在音乐动盘上来来抽奖。好，另外呢，还可以获得讲座，还有我们的奖牌是我们赛夏族提供的哈，还有我们的奖金10000元，不要忘记凭支票哈。下台之后呢，去主训队那个摊位哈去领取现金啊。第五名有两位，第一名。That's why I wonder all this wireless stuff. What's going to happen? All these airports.